那目前还是过着隐居的生活，好好把这个妮妮啊，妮妮把她带大，现在长大了啊，又大了3岁的，偶尔传讯息啦，那我也会安慰她几句，哎，回来啊，啊，回来表演啊，回来干嘛？刘真羽化3年将至，吴宗宪喊话兴隆快回来，时间可以冲淡一切，对，希望这个时间可以把他这个伤痛减少下来，让他可以回到我们的社会里面，然后可以为大家去做服务。国标女王刘真2020年因为心脏疾病逝世，劳工兴隆自此几乎消失在荧光幕前。3月22号是刘真羽化3周年的纪念日，宪哥昨天透露，兴隆依旧走不出丧妻之痛。有啦，我们的都在我们的记忆中了。他目前还是过着隐居的生活，好好把这个妮妮啊，妮妮把她带大，现在长大了啊，又大了3岁的，偶尔传讯息啦。那我也会安慰他几句，哎，回来啊，啊，回来表演啊，回来干嘛？生命当中要遇到的这些事情呢，其实你看说着说着，我的父亲也去年离开啊，我用卡拉 OK 天雷，然后播我爸爸在医院里面唱的歌，我哭死了，我自己一个人睡他那个沙发，因为我都睡沙发嘛，我跟马云一样。我们这种成功人士不是从美国的车库啦，就是沙发出来的，没有在外面那个乱跑的，也不会像那个路西派跑到新一街去乱逛。几十年过去了，知道宪哥是最好的男人，对不对？谁不想帮我生小孩啊？对啊，连我自己都想帮我自己生小孩。床都没有再打开的，除非有朋友来。除非有朋友来。咱就爱好做人。喂喂，莫有白讲。